Underscore 想要你的短篇有高级感，你一定要掌握这个知识。YouTube https://www.youtube.com。Underscore 想要你的短篇有高级感，你一定要掌握这个知识。YouTube。Underscore 想要你的短篇有高级感，你一定要掌握这个知识。YouTube https://www.youtube.com。 V 等于 XO64XDCEWG4。 心得笔记分享。 Underscore 以常用字体有宋体、楷体、黑体、其中大楷是用于庄严古朴、气势雄厚的建筑景观，或是传统复古的风格短篇草书、行书也可用。五、诗篇用的字艺术笔触强烈，小楷是用于沉静的山水风光或基调柔和的小清新片。钢笔字体适用于做短句旁白、纪念片、情侣片、个人写真、动物主题片。无法确定选用何种字体时，可用黑体字，因其最百搭、最通用。Underscore 二英文字体分为复线体，笔画末端有装饰线，显得优雅，适用于复古风格片、时尚片、小清新片。与无复线体，适合冷色调或未来感、设计感强的片子。Underscore 三大小、粗细、间距、字体选择不同的搭配有不同的感觉。字体直向适合复古片字体排列物，全部标题大字挤在一堆，可加大型据平均分布，让画面松一些。只有一行大字时，要放在中央或下方，行距要一致而且大于字句，可用反差巨大的字号进行搭配，加宽字句更有设计感，结合符号增加装饰性。字体物态花俏，以免反而显得土字色物混同背景色，可适当增加阴影来区分。